哦，进屋。今天不是怎么的，有点累。可能是我们吸槽比较满。影片记录档，我之后把它砍一砍。来吧，你不要打这么久吗？Listen. Greetings.这个好像不错，可是不适合他，他不会法术。
去打 Advisor。走这么多，金色的也太多了。有人这边叫的应该也不会让我想要。好了，直接冲，直接冲。等一下，好杂哦。金色这么多，让我来的不太想捡。法无效，那个叫迟坠嘛。与其说迟坠，我比较想要叫它特性，每只怪物的特性。这样比较符合 RPG 风格。要来场硬战，好，加力量，后面的道具都是要力量的。哦，等一下，不好好保护主人，不要这样啊！主人刚刚差点被你们害死，能不能保护一下？啊，是个狂暴者，来召唤。I'm overburdened。刚刚我真的差点被干掉了。Go home. Good to see you. Hail to you, champion.又要赌博了，加一技能，加一技能，加一技能，加！逢赌必输。疯了！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焰魔什么什么的，下面词缀竟然叫做"你疯了"？
good day. Hello. 基本上我不是专业玩家，所以我都算是慢慢来，我是新手玩家，没办法像其他实况组一样这么的厉害，在这边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。五车五星，我自己背。我觉得我还是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个排来排去好了，玩拼图。Hello.
哦，干巴队，干巴队，干巴队。哦。I am overburdened. Good evening. Hey, what's up? Get in. Hail to you, champion. Oh, 来挑战了。拜托你们了，那个隐匿之王，糟了。下去，先下去！隐匿之王追过来，怎么会这样？重整旗鼓。下次打 F Y 人不造隐匿之王。加油！你们可以，哎！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哦、快快快！拔！对对对对，拔回来角落，拔回来角落。
哦，真是辛苦的一战。以后打完不带隐秘之王。看我来冲康自己人。我听到叮的一声。Listen.减五趴跑速。346。好，我们继续下去昨天的进度。正好我也点那个隐秘之王，打完第一个死，然后电铁的时候能力好几倍，后悔后悔后悔莫及。感觉农装备也是一个大坑，我们不浪费那么多时间了，硬上。自己增加难易度也是一个游玩的方式。不去。什么？这梦的真的是越改越酷炫。一个冰冻王子死掉都一直放冰，然后就有这个是来一个火焰王子就对了，然后一直放火。给一些不认识的新手进来玩2017年版已经被炸了。抗性也不是说撑就撑的嘞，还有一些暗金装备还给你抗性顶多加7%和10%。反而蓝色的装备不一定。Good to see you.
4%生命加成5%跑速。说不定哦，有希望。来，啊，没变啊，好吧。照昨天那位网友所说，抗性比较重要。队长，这没用。记得这里吗？战士，我们去营救一下战士啊。闪电抗性37，How may I be of help?建造房间，哦，昨天没有找到那个野蛮人，不妙啊！啊，雇佣野蛮人才可以去解这任务，还真神奇啊！Look， 原来这么大。Hello，
Is it a nightmare or hell? No, normal, normal. 这难度是个普通难度。Good day. Explode. Made an XL. Nice to meet you.又来五颗星，看主播玩好像在地狱。Not in town. 这就是身处地狱，让你普通玩的感觉都像地狱一样，这叫不同的玩法。四个水晶，我们四个水晶。他说可以重新制造一个暗晶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看暗晶项链 ，Dark Gold。哎，什么？哦。At your service. 差点忘了。哇塞，加二是死因法师仆从最大数量，也就是说我现在九个剥皮库可以变十一个，然后加五十生命，好像非常赞。放回去，大家喜欢这游戏可以去用古人用来玩，只要有主城市，然后这 mod 基本上它有官网 ，Maiden 官网 ，Maiden XL。等一下，先打这个啊。只能放一个。哎呦，闪电抗性喷起来之后，是不是真的就比较轻松一些？不过还是太猛了一点。Apple。又一个暗金大斧。我又不是玩野蛮人。I am over.不过听说魔电版本的德鲁伊啊，他削弱削抽削超多的，很多人说德鲁伊是最难玩的职业。不过我喜欢带小弟的感觉，所以我继续用死灵法师。I can't do that here.双手加的有一技。哦，不过刚刚谢谢那个，谢谢那个观众帮我替我回答他的问题，因为刚刚我没注意到，在这边向你说声谢谢。
其实我不会英文，我都是靠 Google 翻译。之前玩的都是视窗化游戏，所以因为这样我就没办法用 Google 翻译，所以临时一些我看不太懂。不过刚刚有看到后面那个 Hell 是地狱。当你说 normal， 我才知道说他说问的是难度。六个，该怎么让这个？Good afternoon. Oh, 我们去试一下升级。Afternoon.No. 我想到一个有趣的实验。来看一下暗金戒指。来，hop。加15%经验值，好了好了，很棒啊！啊，我不需要。那血石放这边吧。来回顾一下看。其他野蛮人，保护色。感觉我被吸引。我们休闲休闲的玩，我们休闲的玩，不要玩得这么刺激。我会怕怕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很休闲的玩家，不管玩什么游戏都是。
快救我！Good to see you. Good evening.在就这里的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差一个，啊，回去夸凯克。Thank you. Yes, warrior. 他给了我这三个，应该是三个符文没错。而对现在我们来说，这个人就没什么，没怎么帮助了。Good evening. 火焰系闪电。就这个吧。Evening。以前用过暗金，然后就是无形的，当下非常错愕，错愕到极点。看到艾达就想到我当初两个多月前刚实况的《生化危机》，艾达一开始什么都不懂，随便乱玩，玩了克里篇里，然后玩表篇，然后结果想说应该是继承档案，然后继承里昂篇玩克雷尔篇。应该是玩里昂篇表，然后就接到克雷尔的。当下来讲说，哎，怎么感觉好像对不太上 ？Greetings， 就瞬间就这样结束了。Salutations。以前游戏都做得还蛮厉害的。我一直在想说，为什么我一直是透明？到底是哪边？换装备，装备都换了，唯一没换的就是那个盔甲，我那个盾牌，它是无形的，该不会我穿上去我会变无形的？那这样应该让我说我看不到我啊，我就可以直接往那边发行动。防御够高。
哇，厉不厉害？这画面有个花，保证刷新你们的三观。史上画面最糟的实况，你们撑得住吗？保证撑不住。在这边放着给他们看，看着他们怎么袖子转转，瞬间快趴了。就在跟你说不要偷懒，身为主人你在后面也要给力一点。刚刚我只是稍微放松一下，然后他就差点趴掉了。哎 ，Afternoon。Back。Your service. Hey, 看一下。魔殿我玩到这边好像还没看到套装，我记得是有的。再带更多人。Good day. Good day. Good afternoon. I am overburdened.
大战，丢石头，丢个头啊！别丢，别丢，别丢！我先到旁边，我先到旁边。啊，好了。丢石头害我累了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吸草。伤害随着HP减少而增加。